啦啦啦啦！本节目由国际网课组织倾情赞助。网课一开，眼睛一闭，身子一躺，感觉倍儿爽。陈晓亮北京话大讲堂之疫情特辑小喜篇。大家好，作为一个胡同上流社会人士，我前几天偷偷摸进了一个上流社会学生粉丝的网课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笑成猪脚，那是各种翻车逗逼事故现场啊！是时候打破这层次元壁了，今儿给来一个当代学生大型网课翻车现场，走你！首先，上网课是两波势力的对决，憨憨的学生势力和糟心的老师势力。看上网课之前，死丢蛋他们是抗拒，他们集体给网课 APP 打一星，愣告这是打五星分五期付款呢。等他们有了孩子才会打完这五颗星呗。Teacher 们也是抗拒，给学生上课之前，自己竟然还要上课学习怎么当主播，什么宝宝们求关注，什么666刷礼物。等学校恢复了，老师是不是可以崩溃了？正式开始上课了，你会发现那是死丢蛋的 Teacher 一线牵，网课翻车一天天，死丢蛋的翻车现场。说注册个网课软件，一不留神把自己注册成了人民教。说建立个学校群组吧，一不留神把自己弄成了学校校长，好容易弄好了可以开始上课了吧，早上飞跟被窝里上课。您倒是关摄像头啊，一张躲在被窝里的大脸摆在大伙面前，那抠鼻妞的擦眼泪的挠脊梁的，好吗？够15人看半拉月，过会儿再一不留神睡着了，二不留神没关麦克风，三不留神打上了呼噜，那老师只能在您打呼噜间隙的时候给其他学生塞知识点。您这要是再放一个嘟噜屁，算了，这段不讲。死丢的呢，上网课最肝颤的就是视频点名，有硬刚的，看到老师邀请回答问题，心中一震，欣然接受，点了拒绝。有犯二，连上麦克风以后，对着老师字句清晰的说：“老师，我麦克风坏了。”啊！事实证明，学生永远是第一。看见群里发红包了，赶紧就点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老师发的，让同学们按照点红包的顺序点名回答问题。老师，麦克风坏了。Teacher 翻车现场 ，Teacher 们经常口误翻车，开播后着急忙慌的来一句：“没进来的同学听得见我说话吗？”听见的话，赶紧进直播间啊！经常要求学生关闭所有电子产品。好的，那么大家都被迫下线了。经常在一位同学完美解答后非常满意的说：“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”老师还跟床上躺着呢。Teacher 们还会迷惑操作翻车。老师说：“出一道高考真题非常的难，我们来抽一位同学回答一下。”然后点击了下课。老师抽人连麦答题，机智的选了一个没有备注真名的，视频连线成功。原来是学生处主任。老师总是莫名其妙的被封直播间。生物老师讲到生殖系统的时候，直播间违规被封了。选修老师问大家有没有时间检。直播间违规被封了。美术老师让大家看一法国光膀的大姑娘名画，直播间违规被封了。 Teacher 们网课最普遍的卡顿日常还是这样：现在开始上体育课，课课课课课课。主播离开一会儿，重建课堂。来抬起腿，腿腿腿腿。主播离开一会儿，重建课堂。来仰卧起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谢谢观看，直播已结束。我瞅着这不是体育课，这是教街舞。好评的。父母们也加入了战场。Parents 翻车一定要显得比孩子懂才行。看孩子在直播间给老师刷 CAO， 嘿，怎么上个课还学会骂人了呢？赶紧替孩子跟老师说对不起。可问题是 CO 是化学课说的氧化钙，看孩子上体育课不爱动，非要替孩子锻炼。我有木兰代父从军，今有家长替子深蹲。我瞅着这是免费上了一节健身私教课，看孩子上物理课回答问题一脸懵逼，在孩子面前抢答，说这个加逼定理啊和拉屎定理它不一样。有些家长就是爱显示自己好像自己比谁都聪。好了，今儿就说到这。说是网课，其实就是一欢乐的翻车大 party。 疫情当前，学生们在家憋得难受，老师们在家备课辛苦，这是没辙没辙的，大伙都受累了啊！咱们都在愣，我觉着这出头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了，各位加油，回见了您内。陈老师，你好，白晨呐，你对于咱们这个现在上网课这些学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网课，真假？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，你一定要记好。俺们常小亮子 fans， 跟着我念，大声点。俺们常小亮子 fans， 公众号搜画家常小亮，微博搜 M 豆没事，喜马拉雅搜常小亮，就是我常小亮。本节目说的挺对，如有雷同，绝逼抄袭。